石门水库蓄水量到昨天为止只剩下53%，新竹的宝二水库蓄水量也只剩下50%。把握昨天封面通过北部地区，水利署和中科院合作实施高空人工增雨作业。昨天下午，除了在石门水库释放高空型增雨堰带，希望在释放之后，对于集水区降雨能够有益助。位在新竹的宝二水库也释放了人工增雨堰剂，希望能够从空中以及地面型的增雨作业，为水库集水区带来更多的降雨。